该交通事故发生于14日下午2点，37岁大众机骑士行经芦竹区中正北路路桥时，因为超速与前方自小客车发生碰撞，导致重机骑士右手骨折，经酒测双方皆无饮酒。经检视行车影像，该大型重型机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，以危险方式驾车，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款。本分队依规定处理并依法举发。